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演员谭卓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国际高端家电品牌 COMO 的品牌负责人黄飞。那很高兴我们俩能够来开启第二篇章的这个第一个奖项。那我们要开启的这个荣誉是年度突破艺人。对，请看大屏幕。他是以佳人之名里武林精怪的李尖尖，他是锦衣之下中活泼开朗的袁今夏，凭借灵动多变的角色和真实自然的演技，他获得两项最佳演员奖，并提名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。用作品说话，用实力加冕，她就是年度突破艺人谭松韵。她被称为百搭男主脸，从痴情公子到隐忍魔王，从纨绔少爷到逗趣奇才。每一次出发，都要诠释不一样的自己。在待播剧中，他又尝试了一人分饰三角、资深宅男等各异的角色挑战，旌旗飞扬，未来可期。他就是年度突破艺人许凯。有请年度突破艺人谭松韵、许凯上台接受荣誉加冕。帮你调，好像这个麦为什么这么高？那个就这么说吧。啊，那个太尴尬了。掰坏了不怪我，就这样了啊。那个谢谢时尚先生，特别开心今天能够来这儿跟大家聚会。我是一名演员，未来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凯，然后感谢时尚先生颁给我这个荣誉，还有就是感谢我的公司欢娱，未来会更努力，谢谢。掌声送给谭松韵、许凯二位，加油！